新闻嘛，然后什么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对，就是开心开心。这是真的吗？就挺好。所以关系是挺好的、啊，挺好的。开始多久了？最近刚开始，所以、谢谢你们的关心，也谢谢大家最近的关心啦。是因为两个人在机场被拍到一起的，一起现身机场，所以干脆去日本也就晒出这个两个人互拍的视角。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要什么样子高调或低调啊，对，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很正常的在，很正常的在生活呀，对，正常生活。今天好紧张，对不对？选一个香味送他，你觉得要送什么适合王静呢？哦，选一个香味，我觉得香水是这样，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，我们也还在熟悉当中啊，对，所以其实 Tory Burch 的香水也挺好，我工商一下，就是这红色这一罐，茉莉花香，对，它是很好闻的味道，也很适合你们大家，对，所以可以选择它。那你觉得它哪里最棒？我是说女生的部分。就活泼大方。最棒的香水要配合它，哪它的什么特质最棒？你最喜欢？对啊，就是很开心，就都很直接啊，我们都很直接。是谁先追谁？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，没有特别说谁追谁啊，就是还聊得蛮好的，对啊，然后怎么开始走在一起？是拍戏还是朋友认识还是怎么样？哦，我们有那个一个共同的教练，打拳击的教练，然后就是刚好在一个场地遇到这样。出来之前有跟他稍微套一下，说你可能要怎么说？其实也不是说套啦，就是对啊。有跟他说我会承认哦，这样子。挺好，挺好。那3月14号情人节吗？会不会一起过呢？现在就看工作了，看工作。今天有新闻爆出说王静可能有想要结婚的念头。哦，这个东西我早上是有看到，对，可是我们都是早上才知道说有这个标题下来，对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言了，对，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专注在可能我们两个人的工作上面，来给我们一点私人空间，对，然后也可以关注他现在的电影啊，《关于鬼》现在卖得非常好，对，对，谢谢。所以你之后会有这个结婚计划的打算吗？如果走得顺利的话，我觉得就看缘分吧。我觉得一切我都是顺其自然的。